明天物理考试别忘了。哎，一会儿我们去。人呢？喂，金展，你在哪呢？学校停电了，我夜盲，我什么都看不见。喂。喂。你没事吧？你可以带我去高二五班吗？我就是五班的，从这儿过去转弯就是。但你现在要去我们班干什么？我们班已经放学了。同学，你能带我去高二五班吗？不必了吧，已经。同学。那好吧，我带你过去。同学，这么晚了，你去我们班干什么呀？要不明天？金展，同学，你不觉得这个教室不止我们两个人吗？金展呢？你把他怎么了？喂，玉叔，怎么了？喂，金展，你在哪呢？学校停电了。喂，夜晚我什么都看不见。哎，谢谢阿宝，拜拜。好，我们走，我先去拿蛋糕。玉叔，你冷静一点。我爸给了我一大笔零花钱。说今天不回来特别有生意，很正常啊，我家就是开蛋糕店的。
所以反而我从来没有过过生日。要是有蜡烛，能和朋友们一起唱个生日歌，就很完美了。把嘴唇擦得这么白吗？对呀、啊，导演要求让我顶着一定要苍白的脸。全国通用。